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星期日精美建模净流将被爆金币，崩铁 2.4 卡雌兵毁灭来了，净流新剧情记忆组到来。众所周知，星期日在整个匹诺康尼的剧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根据游戏中的线索和目前舆论的爆料，星期日成为自己角色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。最近有一些爆料者在解包游戏时发现，星期日角色在游戏中将有两个不同的建模。在广阔的世界中，星期日将使用一个建模，而在战斗中将使用另一个建模。这个发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目前 2.4 版本的前瞻直播将于7月19日开始，届时云里和娇秋将在前瞻直播中首次亮相，使玩家们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这两位角色的技能和机制。同时在前瞻直播中，官方还将发布300星穹的兑换码，各位玩家可以关注本账号，在那里我将发布兑换码，以便玩家们进行兑换，请大家密切关注。最后，关于新角色的卫星消息是关于一个名为阿格莱亚的全新角色。据后续崩铁的消息，阿格莱亚在早期测试中使用的仪器与净流相似，仪器的主要属性是能量回复效率和冰伤害加成。而且需要特别提到的是，这位角色是一位冰属性的毁灭角色，看起来属于毁灭 3C 的时代可能真的要过去了。根据以上信息，我们可以推测这位角色可能是一位较为依赖大招的冰属性毁灭角色，大家可以对此抱有期待。 2.4 版本中上下半卡池的安排让人非常关注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官方即将发布新的例会，我们将看到哪位幸运儿的新角色例会呢？是全新的输出大 C 飞霄，还是流萤的五星队友灵杀？这个答案只能等到明天的揭晓了。新的三月七可以和飞霄一起组队，被称为 2.0 版本中最强的主 C， 希望他不会让玩家们失望。此外，灵杀目前给出的数值使得流萤的价值倍增，想要抽到流萤的玩家们要提前准备好星穹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根据一些大佬发布的消息，阿格莱亚这个角色预计将在后续版本中亮相，很有可能是在 3.0 版本中与大家见面。根据网传消息，阿格莱亚是一位冰系的毁灭命途角色，这个角色的外观已经在论坛上曝光，颜值还不错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行查看。据说阿格莱亚最初使用的是净流的仪器和光锥进行测试，有不少玩家认为净流在游戏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但换个思路来看，如果冰落环境到来，净流可能会终于有机会崭露头角，在玩家们的视线中再次得到认可，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2.0 版本的开拓者命途确实让玩家们感到非常强大，与流萤一起组队可以稳居 T0 强度，预测在 3.0 版本中将会引入记忆组命途，这意味着可以和阿格莱亚一起组队，新的团队配置将直接成型。在模拟宇宙中使用记忆命途的确让人非常爽快，看起来在这个版本中，冰系角色将会有质的飞跃。不过，我们还不清楚风老祖什么时候能上线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期待未来的更新和内容。是的，明天官方发布例会将会揭晓飞霄和灵杀谁在上半卡池中登场，对玩家来说非常重要。对于想要抽取其中一位角色的玩家来说，提前规划星穹的使用是很重要的。请密切关注官方的发布，以获取相关信息，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充分的准备。